你们可以到那个双数这个里面哈、哦，找到有一个那个安装考试考证照用的 Spider 编辑器。那其实它的步骤是第一个哈、哦，你可以到我的装的方法一是到什么？到那个我们的什么呢？第一碟底下找到这个，然后找到这个 Script，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 Pipe 就专门要可以安装一些外部的东西的一个指令。那一般其实是要先呼叫 DOS， 好，然后呢，我们那个什么 DOS 模式，然后再进到这个目，这个跟目录的这个目录的这个目录，你用 CD 空一格，有没有？啊，比较快的方法是你直接点上面执行 CMD 就可以了 ，CMD，Enter 的话呢，它就会自动怎么样，帮我们把这个目录的位置先进来，否则你可能原来要什么，原来可能就是要先 D 冒号，有没有？哎，先切到英文 D 冒号，然后呢 CD 空一格，跟他讲这个目录，在 CD 这个目录才会进到现在这个地方。哦，啊、我是觉得因为大部分同学对于 DOS 可能不甚熟悉啊，所以算你如果可以熟悉，你就自己打一下。啊，如果不熟悉的话，你就用我现成就好。啊，我只是把叙述跟各位讲啊，里面要打什么呢？第一个，你要先打 pipe install， 要 install 这个东西。哦 ，pi 的 qt 5。那第二个的话呢，再去执行 pipe install 这个 spider。哦，那安装完之后就是你们看到的，其实并不会困难，只是说我觉得还蛮花一点时间，然后打指令。哦 ，OK， 就这样子而已的哦。那最后的话，你可以怎么样？安装完毕之后，你在你的那个 spider， 就是你的那个目录底下哦，在哪里呢？这个 python 3732里面 script 哦。你就会看到它装了一堆东西，其中有一个叫 Spider 3，好啊，当然我们刚刚直接点开来，它就可以 run。不过好像不太能够直接就盖过 Scripts 了哈，那变成你可能全部整包都要整个全部盖过去了哈。那盖过去之后呢，它就会有这样的编辑器出现。那基本上呢，你可以把它分成它的专案，基本上可以把它分成总共有三大区块，有没有？左边的部分呢，就编辑器，这个是档案，这个是执行结果。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把这边这个东西执行的话，那当然你可以怎么样？我是直接可以开启的哈，直接打开它啊，打开目录告诉它，或者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刚跟各位讲哦，你可以从哪里呢？我们低碟底下，比如说我要去开启我们用 Eclipse 写的东西放哪里，还记得吧？低碟底下的 Workspace 有没有 ？Python Workspace。然后我的 TQC Plus 我另外建个专案，啊，它的 SRC， 那比如说我要执行哪一个呢？刚刚写的啊，这个，好，那我可以吗？直接拖拉放开，它就打开了。那你要 run 它的话，直接执行，有没有？它就直接 run 完了，在这里，有没有看到？就在这里。好 ，OK， 就是这样而已。好啊，另外的话，它好像也会显示一些东西吧？不过你们慢慢在自己熟悉一下，它里面也有一些。变数还会让你秀出来哦，这感觉好像还不错哦。不过至于那个环境哦，因为我比较少用它啦哦，所以坦白讲，我只有考试的时候用它而已。啊，至于你说里面有没有什么比较厉害的功能，其实我也不太确定。只是说我第一个看到就是说啊，它的那个什么，它的专案管理能力实在太弱了，我可能就基本上就不太用它。好、哦，啊，也许你们可以再摸摸看嘛，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？也许可以再分享一下。好、哦，那可以写 Python 的环境太多了，哦，那个网络上一堆啦，我想至少几十个环境跑不掉。那为什么我会选 Eclipse？ 我之前有跟各位讲过了，哦，其实真的它很方便嘛，懒人包嘛，对不对？哦，随时你解压都马上可以 run 了。哦，然后呢，第二个是没有费用的问题。另外网络上有一些是要费用的哦，好像 Python 要费用，那我觉得当然可能就相对比较啊。哦，所以可以，但是我有试过那个你讲的那个社区版哦，它有绑一些东西。嗯，好像有，我记得是有某个东西我蛮 care 的，但是它没有办法用，所以后来我就不考虑用它了。哦，所以而且它装起来好像相对的档案也比较大，也比较相对复杂一点点。哦、如果在教学的角度看，好了，好像还是 Eclipse 稍微比较适合啦。我觉得啦，哈、哦，这个有时候见仁见智，而且使用习惯不一样。哦、不过
我都推荐你们可以把它玩玩看，好、哦，那这个部分请各位再试一下吧，也许可以。另外你要开新档，这边有 new 嘛，有 new file，它就 new file，但是它好像没有专案管理的能力耶，好像没有什么 project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个就会是一个问题了哈、哦。至于它的 debug，好像 debug 也不错，还可以 step by step 哦，所以你们可以在这边做一些 debug 看看吧。好、哦，来，画面先再还给各位一下哈、哦。Spider 哈、哦，所以请各位待会的话，为了因应那个证照考试所用到的环境哦，那请各位还是把那个 Spider 环境稍微熟悉一下。那实际上呢，我自己考试的时候用的经验，我是觉得倒还不需要特别花太多时间在这个编辑，因为编辑如果你可以熟悉再来写这个，好像也还 OK。只是差别就是它没有快速帮你产生提示的功能，像 Print 打个 P，哇，就出来了，它没有，你要自己把它全部打出来，哦，那倒也还好了哈，哦，OK。所以这部分的话，请各位试试看哦。啊，当然呢，在那一天考试，我有询问那个考场人员说，哎，是不是可以用 Eclipse？他本来是说可以，但后来又说不可以啊，算了，就直接，反正也没差了哦。那，如果未来我觉得可以让他选，还比较 OK 哦。那这部分的话，请各位试一下这个安装 Spider 部分哦，把那个 Spider 把它直接放在你的电脑哦。啊，再来的话，以后你们就可以自己模拟考一下哦，也许前五类也许花一点时间，自己随时抽一题，然后呢试着做做看，啊，能不能把最后的结果跟题目要的一模一样输出哦，啊，特别说一模一样哦，连那个空白都要一模一样，那基本上表是对的。其实我之前练习的时候最大问题就是真的我没有特别去检查空白，啊，结果错都其实都出来空白，其他程式倒是还好哦。